好，谢谢这大哥啊、嗯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也发现了，嗯。哎，行了。嗯、哎呀，行了，少说两句。嗯、刚才是孟鹤堂，对，小孟，周九良啊，是我俩徒弟，嗯，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，我们说一段，好感慨啊，是吗？好久没怎么说相声了，真是，嗯。小一年了，嗯，去年演完了，坐在这后台，累得跟什么时候，就说，哎呀，这要能踏踏实实歇一年，得多好。嘿，你瞧瞧，心想事成啊，那嘴开了光了，那是啊，嗯，这个也不叫事儿，是吗？啊，人生一世，什么都会遇见，哦，啊，这不挺好了吗？是啊，天下太平，挺好，日子还得过，嗯，多开心。又说相声哈、啊，嗯，你要是老不说相声啊，嗯，观众爱瞎想，这能想什么呀？这帮人出事了吧？德云社啊，准是有问题了。这能一帮人都出事儿，都谁？高峰，高峰啊，啊，可能是上泰国做手术去了。想多了，可能。嗯嗯，再回来能生一大胖小子。啊，嗯，孙越也出事了，孙越也做手术去了。孙越抓起来了，哟，这是刑事案。嗯，哦，孙越跟人家裸聊，哎，裸聊，结果对方吐了，太腻了，是因为人家吃素。哎，对，所以报警了。是，那是。恶心了，孙越出事了、嗯、哦，郭德纲也出事了。是啊，郭德纲不会开车，愣开车。哎呦，他儿子给他买一个嗯劳斯莱斯，这还是豪车呀，开着车就掉沟里头了，交通事故。嗯，哎呀，于老师也出事了。我能出什么事啊？于老师正挖沟呢。嚯，好家伙，劳斯莱斯掉下来了。哎，好，这我砸死了，合着是。哎呀，所以说、啊、得好好说相声。对了，咱们又没有别的手艺，只会这个，就会说相声。大伙儿看着咱们哈哈一乐，嗯，对咱们来说这是多大的荣幸，这就是成就感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嗯，真说了，我们俩合作20年了，是多快呀！太感慨，好，咱嗯一块说相声都20年了。你瞧，20年，那等于我认识嫂子就是21年，是吧？你老跟他比什么呀？你怎么会认识他就21年？我得批评你们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你说我这话写在纸上，你说哪句有毛病？对吧？写哪句都没毛病，您说他干嘛？我这么一个正人君子，都让你们给带乐坏了。你说您这人才不信呢？不是真的，就是你们闹的。人嫂子也跟家看视频，看完他也不乐意。能乐意吗？你那一见我，我跟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跟网上你台上你又瞎说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你招的观众就笑话我啊啊！我说没有嫂子，咱们都台上说着玩嘛，你以后少说、啊、知道吗？真是。记住了吗？ 啊记住了。嗯，真是。嗯、啊、这天那么冷，穿秋裤了吗？哎，管着管不着啊他。我说穿了。你少来，你准没穿啊？你过来过来过来。干嘛呀、啊、什么？穿秋裤我看看。不要去。不、嗯、这转的也太快了，这个你。写下来哪句有毛病你告诉我。哎，哪句都有毛病了，说到这儿也谢谢各位成全我。什么呀，你这我们这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啊，倒是发小。我真的，我看着谦哥，其实有时候特别感动。怎么了？都有白头发了。你这岁数到了。那个小的时候，我认识他那会儿、啊，哎呦，那个小脸蛋啊，粉嘟噜的。嚯，好家伙，怎么还打一嘟噜到这儿？一掐一兜水啊！啊，您太使劲了。那个嫩呢、啊、你看这岁数年轻。小时候我们在学员班那会儿啊，他外号
叫小阿哥。小阿哥，哎，《还珠格格》都看过吧？阿哥，哦，小太子，养尊处优，富贵人家，嗯，他叫小阿哥，就那么洋气。我叫皇阿玛，哎，我们小哥俩那会儿啊，说实在的，不是哥俩了，不是哥俩了，啊啊，您都成我爸爸了，您。别净说这个玩笑话，谁弄得还跟你开玩笑，弄得我怪臊疼。谁呀？就是一块长起来，就这份交情啊，20年没红过脸啊，没拌过嘴，哎，就是这么好。我看着他也高兴，他看着我也高兴，这不挺好吗？他问我穿没穿秋裤，我说我穿了，他说没穿，他不信。您这是跟谁说呢？这是啊，哪儿怎么又穿秋裤的事儿？跟谦儿哥啊，您说清楚了，确实这么厚道啊。亲哥哥也就是如此啊，关系真好，本性善良，就是说我呢，喜欢小孩，喜欢小动物啊，这就善良吗？您记着啊，爱小动物的人，啊、都是这份儿的，对，心善。我上家去，好家伙，我一进门我就乐了，怎么？跟家那招猫递狗呢？你瞧这词儿就不好听，不是招猫递狗，养小猫了，也养小狗了，哎，逗猫逗狗呢，啊，小狗在这儿待着，小猫在这儿，啊，他过去。打那猫啊，想让猫误会是狗打的，好打架。烫、啊、猫一回头、他这乐了，狗打的，我说这干嘛，我说这干嘛呀，我家里没人，我自个儿还往沟里跳呢，合着你就多单纯善良，我这叫傻、啊、这个养小动物，什么动物都养，都喜欢呢，养那个宠物猪，你说这他啊，小香猪这么大一猪啊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我看见猪我真是感动。您怎么又感动了？那猪残疾猪，我给收养了，三条腿后边有条腿装一个木头腿，假腿，跟那儿嘚儿嘚儿那么走，还养呢。你说那么个破猪他还养啊？就感觉说这人善良。你瞧，过两天又去啊，这猪两条后腿都是木头。又少一腿啊，再过几天前腿也一条木。谦儿哥，您这猪怎么了？是啊，兄弟，啊，这么好的猪，你舍得一次吃完吗？嘿，好，留下顿呢，还敢成？好，吃猪啊，让人感动啊！一晃20年下来，要感谢谦儿哥对我的帮助啊！您太客气，因为说相声嘛，天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，就是聊天嘛。但是最难也是我们，那倒是不好说，不容易。嗯，老得研究。都得琢磨语言的艺术吗？啊，哪怕一个儿化音，我们都得琢磨搁在哪儿合适啊，这是得研究。你看嘴里边差一丁点儿，观众听着会觉得别扭。没错啊，谦儿哥啊，谦儿后边加一个儿化音，啊，谦儿哥，对，这就行。嗯啊，谦哥就不好听，他就不好听。对，单摆福哥也不行啊，谦哥儿，你看这，就儿就不要是吧？啊。阿哥说的对，谁说的呢？我们就不要，我们就老得研究这个。是，你看，包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，您发现没发现？您也是啊。啊，有时候说话爱比划。怎么叫比划？啊，我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我只能通知你。嗯，不。哦，这就一边说一边比划。我那天就琢磨这个，你看，嗯，一个字俩字哈，简单点还行啊，笔画多了也不行。比划多了，比划不怕。今天邀请您各位，嗯，咱们来一场饕餮盛宴。菜凉了，嘿，菜凉了，回来吧。快写完了，这行了，行了。哎，对，这都臭了，这都。你看，你、啊、别人不研究，我们就研究。啊，你包括，嗨，你呀、啊，别什么什么不什么的了。什么啊，我很天真，你呀、啊，别什么天真不天真了。啊，你这个字儿多了也不行。啊，多了怕什么、啊、我认识于谦，什么于谦不于谦，这都行啊啊！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就想起那诗来了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你呀、啊啊，什么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？你说的对。哎，这嗨，不抬杠了，这个就得研究。那是说相声得走脑子呀。啊，对，我们不能落后。现在网络时代，人上网一搜，贵为什么过去说相声好说呢？嗯，对吧？那观众就老在这儿待着。听这一段听完了明儿来他得会一段就好干。嗯，现在你台上一说人家把手机掏出来夸一搜你这胡说。哟，现在观众不好骗。什么叫骗呢？所以说要求从业者我们都得有手机。嗯。哎嗨，就这基础啊。你得赶着他之前先搜出来。
老得搜。你要不然怎么弄啊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就被时代的草鞋抛弃了。还穿草鞋呢？我们要追上社会的鸡毛信。呵，好家伙，没多快，就得研究。啊，您这琢磨可就不研究，我真特别爱研究。您勤奋，因为对于相声演员来说，没有用不上的。你说都能用得上。你比如说最近我就研究这个。研究什么了？研究做梦。这做梦有什么可研究的？可以，列位啊，没有人没做过梦啊，可以说是都做过梦。除非您家里没有床，是吧？啊，这嗨，你躺地上你也得做梦啊。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去中国人老研究这个梦啊。哎呀，做梦怎么回事？梦见这个怎么回事？梦见那个怎么回事？啊，其实科学家讲话了，所谓的做梦，人休息了，大脑皮层没有休息哦，他还在工作。嗯，把你之前的一些个存储的记忆释放出来，哦，结合你白天所接触的一些个场景、一些个事物，把它再现出来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但是过去确实街头算卦的，还有给你圆梦的，嗯，啊，说是梦见水就好，水怎么好？发财。哦，水代表财。哎，于老师做梦，汪洋大海这么些水，这就说明要发财。哦，一睁眼，嗯，尿炕了。哎。这泡还挺大，那是发大财了。哎，这行了，这不至于。哎，梦见水就好。哦，梦见鱼怎么样？也是发财的意思啊。鱼也代表哎，富裕啊。其实很牵强啊。有余剩的钱，梦见鱼好啊。说这个梦见小小子不好，小男孩怎么不好？说这是有小人。哦，这代表小人。嗯，小孩嘛，小人嘛，对吧？ 哦，梦见女孩就好了。女孩怎么样呢？哎，女孩是贵人。哦，女孩叫千金嘛。嘿，哎，是这有贵人扶持。哦，这么解释，说梦见上月亮上摸一把，哟，这代表什么呀？说能当皇上，这这么好？这个不准。怎么不准？我梦见300多回了。您现在呢？还说相声呢？哎。那就说相声嘛，我也没看见这三宫六院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梦的不准确啊。这下回别梦。嗯嗯，努力啊，努力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梦是反梦。哦，有这么说的。各位准听过，梦是反梦。是是是。哎，梦见上面牙全掉了。哦，这个别害怕啊，没事。反梦。反梦。就是下边牙全掉了。嗨，那还得怕呀这个。你看这挺有意思。是这么解释吗？我在我们后台说相声这帮，他们谁做梦都爱找我聊。您会解这个？我爱跟他们聊这些，就想他为什么会这样。哦，嗯，你比如岳云鹏做梦找你了，师傅做梦了。哦，好好说，别见起浪当的 啊。先说梦，梦见什么了？嗯，我害怕。怎么了？害怕什么呀？嗯，我昨天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条牛，哟，在山上吃草啊，孩子。这就是个梦而已，对，别往心里去，不是真的。我一睁眼，床上那凉席没了，好家伙，吃了，赶紧上医院摘去吧。哎，对，赶紧摘去。嗯，你说这怎么弄，对吧？啊，包括我们这那高峰，高老板也梦啊，高老板也梦，高老板差着，高老板他媳妇儿，他怎么了？高峰的太太，叫媳妇儿，一睁眼，高峰，怎么了？我梦见一个嗯大钻戒。这不错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高峰乐了啊，跟我来这一套，明白了。行啊，那个我先上班去，哦，啊，等我回来，你就知道梦见钻石是什么意思啊。还有点小情趣，媳妇儿高兴坏了。嗯嗯，等一天，好，晚上高峰下班，嗯，拎着那个包装盒就回来了，还有礼盒搁在这儿啊，媳妇乐坏了啊。梦见钻石什么意思呀？是啊，打开看看。哎，自己看，真好。打开包装，蝴蝶结都拆了。嗯，是什么？里边有一本《周公解梦》。哎，真是让自己看呐。看吧，可不是看吗？以后就不用问我了啊。哎，对，嗯，那你说每家日子不一样啊，多缺德呀。高峰就这样啊，嗯，挺好。孙越他们家也爱做梦。孙越也找您了。孙越，各位都知道哈，大胖子。我们这说相声的大胖子。哦，300多斤。是，站在桌子里边，几乎都快漾出来了。哈，这些词儿用的。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好家伙，就这么大，巨胖无比啊！啊，哎呀，他媳妇儿特别好，
两口子特别好，日子很好，是吗？两口，你想跟孙悦一块过日子，那个玩意儿是吧？啊，他得多能吃肉啊，是吧？嗨，晚上睡觉，孙胖子还得躺在床里头，他喜欢睡里头，胆小。哦，别看这么胖，他胆小啊，他老怕人家偷他肉。啊、谁那么爱吃这肥的？也是小时候穷怕了。嗨，睡觉他在躺里头，嗯，小喜躺在外头。别提小喜了，哎，睡着了，嗯，睡着了。孙胖子，你想那个身体，他这个玩意儿，他不是特别健康。哦，怎么不健康？啊，太胖了。是，哎，夜里呢上厕所的次数就多。哦，有点嗯，啥子了？嗯，好家伙，哎，一咕噜，嗯，咕噜下地上厕所。哎呦，一会儿再回来，一翻身又咕噜回来，上床。哎，他睡着了，他媳妇哭醒了。那是做梦了吗？做梦了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车祸，大卡车来回压两趟。好家伙，好，哎呀，有那么沉吗？这个您那真事儿吗？哦，小喜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所以他容易做梦。哦，他是工作上面的事儿。哎，工作压力太大。什么工作呀？搬砖的。小喜，小喜，哦，工字搬砖啊，干粗活。呼，好家伙，能干。你别看他一个女同志，他一个人盯四个农民工，能搬砖。呵，白天搬一天砖，嗯，晚上回来做梦又梦见搬砖，好、哦，嗯，早晨起不来了。那是搬一宿一天，你这玩意儿。这后来孙悦说：“我给你换个工作吧。换”换了吗？哎，找朋友给他媳妇换工作。嗯、换干什么了？卖保险箱。保险柜。呵，他媳妇一个人能抱俩、嗯、啊？盯八个农民工，还不如搬砖呢。这个啊，你说这玩意儿、嗯，你不服行吗？我也做梦。您当然也我也做梦 啊做什么梦？哎呦，晕晕乎乎的。哦，哎，就飞起来了。啊，您能飞了？飞到天上了。啊啊，看见上帝了。您都见着上帝了。啊、您好，客气。我是郭德纲。小郭同志来了啊。啊。那个让他们炒菜，这炒菜，炒菜，准备酒，大排宴宴，好好的款待郭德纲先生。不，干嘛这么热情呢？我那必须的。为什么？这么些年，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。哦，嗯，剩下都下地狱了，是吗？好家伙，就一个，坐。哦，不，您坐，兄弟，来来坐坐。嚯，称兄道弟了，哎、点一颗。还让烟呢？不会抽。哦哦，啊、你喝水 啊。最近忙吗？这上帝怎么那么厌气呀、啊？这啊，挺好的。嗯、啊，是，托您的福，挺好的啊。挺好的，完了。行，这行了。来了，咱们好好聊一聊。哦，是，我说我也没来过这儿啊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，嗯、没有什么啊。没不需要你来到这儿了，就肯定会得到一份奖励。你给个职位。你看，你想做点什么？嗯，或者你有什么特长？哎，你说说特长。我说我就是会说相声啊，老实，哦，善良，嗯，说话算话，嗯、啊，爱世间万物胜过爱我自己。你住口！嗯，我不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你的。嘿哈，这你要抢上帝的活儿。嗯。嗯，说点别的吧。啊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很单纯。哦，你好歹说一个。对呀、啊，说点什么呀？对啊，我说我就是天天总工作，也没有工夫出去什么喝个咖啡呀、啊、看个电影啊、逛个街什么的。可以。什么叫可以？你现在尽情的去逛街，哦，去玩，喝咖啡、荡秋千都可以。好、哦，跟于谦的媳妇儿一起可以吗？怪害臊的，好害羞。这上帝怎么那么缺德呀、啊？这上帝，什么话这叫？这废话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干嘛跟我媳妇儿去？就是我们就这种哥们儿之间这个交情。谁哪儿哥们儿？我一看，勉为其难吧。啊，哎，反正在梦里边，我跟嫂子我们俩荡秋千，喝咖啡，啊、哦，看电影，你瞧，泡脚去，还泡脚，洗澡去，哎，出去。洗澡去像话吗？不是，他洗他的，我洗我的呀。你以为呢？啊，在同一条河里头。哎，这嗨，别提这个。很高兴，突然间、啊、醒了。
哦，还挺伤感。醒醒了吧，真高兴是吧？嗯，这就说明我不拿谦哥当外人。而且我怎么没觉得？我转天醒了之后啊，我白天我还找了去了。找我干嘛？哥跟您说点事啊。我这做梦，梦见跟嫂子那个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荡秋千。实话实说，对吧？实话实说，但是好像他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。啊，您也能瞧出来，合着。啊、我说完了，我踏实了、啊，我不会有任何瞒着我哥哥的事情。你是踏实了啊？我做个梦都告诉他。哦，我走了。哎，他这不行了啊。啊，想，哎呀，犯愁了。可不是得犯愁吗？心窄，这叫心窄啊！把孙悦找来了，要跟孙悦聊这个事儿。啊，我要倾吐一下啊。嗯，胖子。嗯，啊啊。别比划了，您就。郭德纲做了个梦，嗯，梦见跟我媳妇儿喝咖啡，嗯，看电影，是，荡秋千，对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啊，不至于变这么快，知道吗？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呢？我怎么办？行了，孙悦都傻了，啊，还有这好事呢？啊，好事儿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不是啊，兄弟，你糊涂。对，他们两个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嗯，我的那些个钱就保不住了。想的是钱呢，我些个钻戒啊，我的大项链，哦、我的手表，嗯，我的现金，没媳妇什么事？他们俩要全给我拐走了怎么办？哦哦哦！孙悦一听傻了啊，哥哥说的对，想起来了。但是我有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让我媳妇啊，嗯，给您弄一保险箱来。他上这儿推销来了，弄来吧，弄来管用吗？一会儿小喜给你背了一个啊，这付过来的。哎，来了啊，钱儿可踏实，保险箱就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这就有安顿了。当天晚上睡觉没有睡得这么好的了，心里踏实的，特别放心，是吧？转过天中午还请孙胖子吃饭呢，我得谢谢他呀，兄弟啊，敬你一杯，高兴。真喝。哎呀、嗯、我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什么时候可以放你嫂子出来？哎，我把我媳妇儿关里了，我这概念有点混乱了，我觉得这是做梦引起来的后果。哦，但是要说做梦，嗯，没有比谦儿哥做梦做得好的了。你想，我也是做梦，人家梦的都是美梦。我做什么美梦？于老师做梦啊，梦见自己是一个大学生。嚯，大学应届毕业生哦，刚毕业，专业学的是按摩，有这戏吗？这大学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哪有按摩戏呀、啊？对不起，我因为我离开大学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啊，好，谢谢同学们，谢谢啊。谁跟你同学？这他们同学们啊？哪儿啊、哎？反正于老师大学生就没有那戏啊。毕业之后，那就整个社会上就都吓傻了。怎么吓傻了？来了个人才。哦，就我就有能耐，嘿，什么都行，有本事，那是画画也好，哇，这也行。于老师画虾，哇，呵，画的跟天妇罗似的。哎，我画炸好了的虾呀。呵，你看他的画，你准得流哈喇子，就那么馋，太棒了啊！哦，到杂志社去当编辑，文学我也可以。哎，国外的大杂志请于老师当总编辑，你看看，国外有一个花花公子。啊，花花公子的那个叔辈兄弟的杂志社，那叫什么名字？花子公子。啊，我这要饭的儿子那儿干活去了、嗯。反正就是梦里边嘛，一会儿一变，一会儿一变。哦，就那儿了。突然间又变了，又上哪儿？于老师变了，他到这个到夜店去工作。啊，这上那儿做了一名 DJ。哦，夜店里边有 DJ， 就站那儿又玩那电磁炉。啊，电磁炉。我在烫着，我给不是他们有一个滋儿的滋儿的滋儿。什么？那是不叫电磁炉？您呢？反正打碟去了，上那儿不懂不懂不懂啊！不懂别瞎说。反正到最后，于老师事业有成。我这好都摁锅里了，我有什么成啊？我的事业有成啊，成为一个大企业家。哦，做买卖成功了。哎，你成一个大企业的，你叫撞死人，撞死人不是？你是头一个发，你是你撞史上了那个
不是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你是个创始的人。不行，那叫创始人。哎，对对，创死人，他创死人，还是撞死一人、嗯。反正事业有成吧。那你就说有成。哎，事业有成，然后你就上天堂了。我刚有成，我就上天堂了。哎，上帝哟！啊，谦儿啊，他认识我。快来！嚯，走错地儿了吧？谁走错地儿啊？我也奔那儿去似的。你下边，我就该上这儿来。啊，坐。哎，嗨、哦，您好啊。不会吧？会。我也没羞没臊啊。哎，这你要是肺癌死的天堂上可惨点儿，你知道。你都到那儿了，你因为抽烟死了就不合适。啊啊，行，你抽完就走吧，好吧？干嘛轰我呀、啊？不是郭德纲来还大排宴宴？是啊，今儿个就咱俩不值当的起火，真的。怎么就不值当、啊？你抽一根就回去吧啊！你上这干嘛来了？我这上来，我不知道，我瞧瞧您来。对呀、啊，你等会儿。嗯，你父母也在这儿。哟，我们老爷子老太太都在。呵，一回头。啊！一道金光，于老师的父母，慈祥的老爷子老太太，嗯，手拉手也站在这儿了。你看看啊，嗯，上帝一瞧，来一颗吗？我说他行，不抽，一辈子不抽，是不抽的全让。多大年纪啊？嗯，我们老两口啊，啊，都70岁，这是我儿子啊，哎，这是我儿子。都知道了，嗯，上帝啊，我知道了，怕不清楚吗？啊，这现在全清楚了。嗯，好好好啊。嗯，哎呀，老两口子一辈子做好事儿，今天到这儿来有什么想法吗？哦，老头说，我一辈子安心工作啊，就特别想现在有时间了，我要周游世界，这是一个愿望。上帝一挥手，哦，一沓机票，嚯！给您，这是尽情的去玩，全是世界各地的、啊、去玩吧啊！你看看，你爸爸高兴啊、哦，太好了。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那您说，我们两个人都是70岁了，是这个周游世界，我想跟一个比我小30岁的女人一起去。老爷子也有点没溜、啊、上帝乐了啊，说到做到，满足吗？走你，这是一挥手哦，你爸爸100岁了。把他变大了，这上帝这脑筋急转弯，这是。上帝说怎么样？啊，大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谁跟你猜谜了？这是不是好好玩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爸爸傻了？啊啊！哎，对，都这样了啊。嗯，谦儿赶紧过来了。是，妈您也来了啊。爷爷您好，爷爷干嘛呀？100了，这个不那也不能这么叫啊。老头说别闹 啊，别闹别闹。是儿子你也来了，嗯，我也来了，您这是要周游世界？对，是是是，你甭管了啊。哦哦，我跟你妈周游世界去玩去吧、嗯、你好好的啊。哎哎哎，您放心，我没事儿。哦，你那个工作怎么样了？还关心我？很好，我那个画的虾像天妇罗，就别提了。我还会打碟滋滋的电磁炉 啊，我还是一个企业的撞死过人啊。行了，都是我。那好那好、嗯、个人问题解决了吗？就是结婚没有？哎呀，您放心，已经结婚了、嗯、那就好、啊、挺好。那个、嗯、我媳妇儿跟郭德纲还打秋千，说这干嘛呀？啊，那个不重要不重要。孩子这都不重要不重要。那个有孩子了吗？啊，问这个。嗯、啊，孩子也有了。那好，您踏实住了。嗯嗯，孩子是你的吗？哎，您放心，一定是我的。那没跑。老头乐了。哎，那就好。对，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啊。哎，去你的吧。好嘞，嘿啊。嗯，哎，喊救命的是吧？谁喊救命？这个、嗯、哦，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。啊、这个听见什么了？你就看他们喊什么，你就会知道他是谁的粉丝，是吗？怎么分呢？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，哦，那儿都有。哎，你看，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对，
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。我嗨，没有。你的粉丝没来，我就不喊。嗯、有一个管你喊老公的那个。我们俩会好好过的。那是那是。于老师，这是省亲演出。对，这是我的家乡，祖籍陕西蓝田。是。是这样啊。嗯。你看看，那蓝田人坐那儿了啊。谢谢各位吧，支持。哎，大伙儿这么捧，这么鼓励，嗯，无以为报。嗯，您各位也认识我们。哎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客气，我叫郭德纲啊。大伙儿是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么要着重的介绍一下，你看太客气了。这次来西安呢，反正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。包括跟岳云鹏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。好的，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不用比划，都认识您呢。是吗？中国相声界的中流砥柱。呵，不敢当。姓于，名谦，字麒麟。嗨，这个于麒麟这个人呢，在中国相声什么于麒麟呢？好多人都给我夸你儿子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了？你跟他有区别？当然不一样啊。他行大啊，我行二啊。你争经这个就没意思了。是我争经这干嘛呀？我要在你的家乡跟你探讨一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。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？请您不要像那些个相声演员一样。怎么了？在伦理辈分上找一些个笑料和包裹。你就算当真的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我也没当真的，这我当什么真的？这个你要说俩孩子说相声啊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六岁的，嗯，站在台上，这个是这个爸爸，这个是那个儿子，哎呀，观众会觉得很厌烦。是，人家不爱听。这个两个孩子怎么那么讨厌？就贫到咱们这个岁数了啊，谁是谁的爸爸就无所谓了。哎，嗨，那不行，那个啊，什么岁数这也得弄清楚了。别的都不重要啊，好好说相声，让大伙儿开心，这是咱们应该做的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是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。这个屋坐得有7000多人，差不多看不到头。最后一排的得有一站地，差不多。就是人家支持咱们，是啊，嗯，其实就是俩普通说相声的，可不是吗？郭德纲、于谦，当然，于老师很厉害了。怎么厉害？他只有一个小缺陷啊，不叫麒麟啊，这叫缺陷呢，这。哎，你说过去那个人，人家都有哈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。怎么了？姓岳名飞，字鹏举。哦，现在没有了哈，姓于名谦 啊，没有。现在讲起名不讲的，起个字儿没这个了哈，没有了。嗯，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哎呀，你瞧这到家了怎么这么不厚道啊？你们都啊，他们喊安迪。嗯，我小儿子英文名字叫安迪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哎，今天是安迪4岁生日。哦，嘿，啊，这。哎，你没有英文名字吗？我没有英文名字。我没给你起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英文名字？我凭什么不给你起呢？不是，您什么意思？起一个也可以啊。不，这倒无伤大雅，起一个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英文名字叫乔治。乔治，你姐姐叫佩奇。嗨，好吧。好什么呀，我们姐儿俩还都是社会人。你看、啊、网上有句话吗，啊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吗。好家伙，算了，咱不当这个 啊，社会人都让人砍了。嗯，哎呀，也是真感慨啊。怎么安迪都4岁了，这不生日快乐吗？今天啊，就是、出来问我您干嘛去。嗯，我说你在家听话，我去演出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你冲那边说去行吗？啊，哎，没意思，算了。哎，没意思，
冲我说有意思是吗？四岁的孩子正是加强教育的时候了，应该教育啊，听话、嗯、哦，对大人说话有礼貌，好，不许撒谎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撒谎长长鼻子。哟，你怎么还这么告诉他？哎，三四岁的孩子讲大道理听不懂哦啊，有一个木偶匹诺曹，哦，那童话故事，撒谎长长鼻子，那里边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记住了，撒谎会长长鼻子的。他信了，嗨，就这么一说。哦，说完之后没多久，带他去动物园。嗯，进门看见大象，他急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要脸呐！我撒谎了。说大象啊，长长鼻子了。嘿嘿，很感慨，小孩天真呐。看看他，再看看咱们，嗯，老了，那可不是呢。于老师已经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啊，到眉毛了，我埋过了，这有点那个老话叫土埋半截儿啊，土埋半截儿的人了。对了，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过眉毛呢。您哎呦，我可希望您健康、啊、真的假的？我们哥俩啊说相声半辈子，好的像一个人一样，这关系是非常不错。比如说我是一支钢笔，这是比喻，于老师就是那钢笔帽。哦，怎么这么搭配呢？可能单独一个钢笔帽未必有多大的作用，是没用，但是对钢笔来说很重要。是吗？没有这笔帽，写着写着钢笔就干了。哦，所以离不开，一定是、嗯、您是那笔帽，我是钢笔。哦，这这么使劲呢？哦，说明您的重要。是，比如说，嗯，还有，您是一个锁，锁，大锁。哦，咔噔，锁上了，没办法了。如果没有钥匙，这个锁就是个废物，就废铁一块。我，嗯，就是这个钥匙。哦，您是这钥匙，二斤半大铁钥匙，这么沉。哎啊。咱们怎么不要这么暴力行吗？嗯，比如说您是油箱，那您呢？油枪，加油，啪！你跑去吧。我是得跑。嗯嗯，我是倚天剑，我剑鞘。我改剑鞘。我是独龙刀，您刀鞘。嚯！我是方天画戟，我呢戟鞘。戟鞘啊！戟有鞘吗？不是有戟鞘炎吗？两码事儿。剑鞘炎是吧？剑鞘炎。形容您的重要。哎，反正就是这位置。真的啊啊！这么些年来，在说相声堆里边、嗯，我最认可的就是于老师。承认我。哎呀，人也好。哦，我认识他那会儿，我们才十几岁。年轻。当年不是这样的。那当年肯定不这样。当年那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。没，这可能太使劲了，您真的。嗯，小小子精神好看，年轻就是，而且有钱。哟，怎么又提到钱了？我认识他那会儿十几岁，他戴个大戒指。嚯、啊，怎么这么大个儿？哦，绿戒指。哦，祖父绿的。哦，祖父绿的呀？哼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啊，那叫祖母绿的，让祖母绿的。那还是祖父先绿的呀、啊、那个家务事咱不管，谁有家务事啊？那就祖正字念祖母鹿，那个大戒指哈、哎、是有的，胸口带着一个这么大个的翡翠的牌子。嚯，那水头都荡漾。水头怎么还能荡漾？风油精。哎嗨，我带着它倒不招蚊子。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兄弟得有这么七八个人啊，那是一波孩子跟着谦儿哥混。我大几岁，给我们说话啊，都站好了。嚯，站要有站样，坐要有坐样。哎，我先管管我自己行不行啊？我都这样晃悠了，我还说人家老大嘛？啊，就不太讲究了、哎，必须听我的话。哦，顺我者昌，嚯，逆我者嫖。我把上下游都把住。嗯，必须听我的话。是吗？当然人家管我们对我们也真好啊。那应该疼啊。吃饭
他花钱，就给钱呢。喝酒啊，他花钱，这都无所谓。喝茶，他花钱，应该的。哪怕去那个地方，也是他花钱。哎哎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哦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你以为图书馆呢？哎，这好嘛，咱就别弄这哑谜了。对我们是真好，应该。哥几个跟我走，干嘛？带你们去洗温泉。哦，这个那时候可是高消费了，一大帮小兄弟跟着人家泡温泉去。去吧，到那儿泡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锅炉坏了。哦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，拿锅炉烧水啊？我们换一个地方去消费吧。这回去哪儿啊？带我们去动物园。啊，随便逛。一进动物园看见大象，于老师急了。我怎么了？你不要脸呐，撒谎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吧，我父亲告诉我了。啊，行了，别说了。什么，我又成你儿子了？这个想想当年非常的开心。是你开心。后来我说于谦儿啊，我说您每天这个花钱花的我都眼晕。那有啊，我也不知道您祖上是李莲英啊还是安德海啊，非得是太监是吗？太有钱了啊！这么有钱，您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吗？您这是劝我呢，做个生意也是好的，干正事儿。谦儿真听话，我呢决定，嗯，搞一个电影公司，自己拍电影。我这刚下海就自个儿干这么大的事儿，大手笔啊！不，这行不行啊？关键他也考虑很周到啊，他身边的朋友都是干这个的。哦，有这行人。首先说编剧、嗯、人家就有这方面的好哥们儿。哦，编剧的朋友。他有一个朋友是做编剧的。行不行啊？学历很高。嚯、哦、什么文凭啊？马小毕业。做麻辣小龙虾的呀？你说那是夜市？不是，马小是什么文凭啊？麻省理工附属小学。嗨、嗯、那人那有附属小学吗？写了很多好的作品。不错的，您有什么呀？最棒的就是一个专题纪录片。哦，名字是《舌尖上的足疗》。多恶心呢！这片子拍的，哼，这个片子拍的啊，咸丝丝儿，那就是该洗了。那就是、嗯，非常好啊。行，还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作品，名字是《罗密欧与罗密欧》。哎，俩罗密欧啊？什么？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罗密欧与伽利略，这伽利略干嘛？罗密欧与祝英台，不对，罗密欧与小白菜，都错了。罗密欧这娘们儿逮谁跟谁呀、啊？哎，好家伙，太乱了。哎呀，还写过一个古装题材，名字是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，说明天见。这名字听着就那么贱。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了啊，拿出了自己压箱底儿的作品。哦，这作品好，一个文艺题材的电影，什么名字呀？哎呀，名字太好了，您说一说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嗨，哎呀，这名字后半截太水了，这个，呵，啊，于老师感动坏了。是啊，太棒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啊，是。这是不是照着我的故事写的啊？我就是他娘的去啊。我决定了，嗯，拍你这个戏，我就用这本子了。编剧也很开心呢、啊、是吗？于老师您放心。怎么样？只要用我的故事，哦，我保证他会成为嗯史上最好的电影。史上最好的，嗯，那就是说这事儿成型了，是吧？嗯嗯嗯这意思就明白了。这一说成型了，嗯，编剧把这一坨剧本就拿一坨剧本了，叫什么？一摞剧本。剧本已经有了，是。接下来需要找一个好导演，那是必须的。这个导演是一个跨界过来的奇才。哦，导演是跨界。早先不是做导演的，他是哪行当啊？最开始是个律师。哦。由于业务太出众，嗯，被同行所不允许。哎，这就。不对了，嗯，业务出众，这行应该重用人家呀。业务太出众，怎么了？你比如说，有的案子要判五个月，哦，有的要八个月，哟，有的一年半，是到他手里边啊，最次就是死缓。对啊，
哦，往回盼呢，他给有这么两三个随地吐痰的哦，到他手里边，在马路上就枪毙了。好家伙，就地正法了，这个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，那是不能干了，所以不让他干了，别干了。改行之后，嗯，做了一段时间的微商，微商做的怎么样？三天挣了70多万。你看人才还是人才，你看他净卖假货，假货人挣70多万、啊、他卖假货让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0多万。哎呀嗨，这跟微商有什么关系？他给您做这个导演行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我就用人家了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嗯，是要找一个投资方。对了，有钱才能拍戏呢。来了一个大老板，是有钱吗？家里边古玩商店趁8个。好家伙，古玩店趁8个，你要说开饭馆开个20个都不叫事啊，你没多少钱，古玩店趁8个，多少钱呢？古玩2元店啊，2元店还有什么古玩呢、嗯、一进门给你一个红色的塑料盆啊，你就往里边放呗、嗯、2块钱一个哦，哎，走时结账。嗯，但这个盆不能拿走。哎，这盆呢？这盆7块。哎，好嘛，他这还不如塑料盆呢，他这个、嗯、人家说了，嗨，这个我根本不往心里去，这不叫事儿。开古玩店是闹着玩。哦，那您专业是干什么的？本身我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新长。我都头回听这弦儿，副新长。你不念书吗？念书有副新长吗？你看艺术中心的副新长啊、哦、陕西的西长，西长西安的安长，什么呀？这都是称呼，不知道啊？我就不知道。人家说了，嗯，谦儿你来一趟，啊，要跟我见个面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可以呀、啊。于老师去了，一进门副新长很开心呐。是吗？谦儿来了，哎，脱了吧。啊，什么呀？就脱啊？电影还没拍呢，先给我潜规则了，他这。净嫌好事你啊？不是，他干嘛让脱呀？人家进门有一个水池。哦、里边养了好多这么大的鱼，这小鱼是干嘛？脱了鞋脱了袜子在里边泡脚。哦，那个鱼是吃死皮的。哦，倒是有这个，倒是俩人泡着脚。哦，副新长说，你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打听一下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哎，对，行，少说两句。副新长感动坏了。是啊，是不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？什么呀，别跟我抢啊。二区相争必有一伤。我跟他争这干嘛？好，我喜欢你这个作品、嗯、是啊，我决定为你这个戏投资了，又给钱了。擦擦脚，哦，开瓶红酒吃饭，咱们庆祝一下，这应该啊。俩人坐在这儿、嗯、开瓶酒、哦、菜上来了，哦，热气腾腾一大盘子放在桌子中间。什么菜呢？红烧小鱼儿。现在吃这个，哎，一吃、哦、呵、嗯、咸丝丝。哎呀，吃饱了喝足了很开心。是吗？谦儿说咱们再泡泡脚吧。对呀、啊、副新长说可以泡脚，但是鱼没有了。是啊，那鱼呢？咱俩都吃了。太恶心了这个。接下来需要找个女一号，找一个男一号，就找主要演员了。这个女一号找了一个模特。哦，这还不错。哎，一般了。哟，模特会一般？是个车模。车模更漂亮啊。叉车车模。叉车还要什么车模啊？叉车的车模、嗯、怎么了？这个他这个身材还行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、哦、这个倒无所谓啊。啊，这个衣服的版型上找一找看不出来，不好找。穿什么不好找？要穿个旗袍啊，腿在外头。嚯，好家伙，这坐在汽油桶上了这是、嗯、这张脸如果去整容的话得花2块钱。那就不用怎么整啊。哎，坐公交车1块钱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又回来。嗨，白去了、嗯、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。哦，她呢看起来很好笑。嘿，实不怎么样啊。所有人都不同意。是吗？于老师同意。我什么理由啊？就用她。因为什么？我还没有玩过独轮车呢。好家伙，这叫什么理由啊？女演员就凑合了吧。啊，男演员要找一个好的，这互相调配一下。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，哎，哈韩风。这个韩国的男演员姓朴，这姓你看大伙儿一，你看有人窃窃私语，这不怎么样。我要批评你们啊，在韩国姓朴姓金，这是很普通的姓氏，
是不要因为姓朴就笑，那是个大姓，他姓朴。哦，叫什么呀？不成。哎，你看这俩字儿搁在这姓后头，这名字就显得那么高端了哈。行，好多人说他，说你这个名字、这个姓儿在中国发展，一定会有人笑话。这不好听啊！赵谦、孙李，随便挑一个起个艺名呗，起个中国名字。他也真听话，是吗？他说以后就姓钱了。哦，取一个钱姓，姓钱，这富贵。哎，姓钱，叫什么呢？不够，叫钱不够。哎，我说怎么朴不成呢？这倒是合适，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叫窝窝戳戳的呀？哎，不是人名。你不要小看他。怎么？在韩国电影界得过奖。得过什么奖？得过韩国金烧鸡电影奖。嚯，这做熟了，让他拿走了啊！咸丝丝儿。哎呀、嗯，我就听这词儿别扭。这个人特别的爱惜羽毛。怎么叫爱惜羽毛呢？剧本差一点不拍，那是严谨；导演差一点不拍。认真的合作演员差一点不拍，应该这样，特别的认真。好，七岁出道，闲了51年了。哦，没拍过戏呀、啊，就跟家待着了。他全闲着也不成，每天就是喝酒。怎么还喝酒啊？早晨起来一箱啤酒蹲在那儿。哎呦，一箱啤酒多少瓶？一箱大箱的24瓶呢。24瓶啤酒喝完了，这一天就算过去了。这酒腻子呀，爱惜羽毛嘛。没有这样，这天早上起来放着一箱啤酒，一数24瓶。哦，刚数完，于老师电话来了，我找他拍戏。小朴很开心呢。是小朴干嘛呀？哦、嗯、怎么样啊？哦，什么？吉林大米比黑龙江大米大思密达。哎，这什么乱七八糟啊？说什么呢？他这吉林的大米啊比黑龙江的大米啊大4米那么大。嗨，这谁听得懂啊？废话，我可得会啊。他就说了一段，一接电话很开心，脚底下没站稳，哟，咣当一声啊，这个人就坐在啤酒箱子上了。好，差点摔着。站起来回头一数，嗯，还剩23瓶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行了行了，不用数了不用数了。行了、啊、怎么喝都是喝。就这样，嗯，大瓶儿的，嚯，没有这么大的瓶儿，还没开盖呢。行了，就不用，就赶紧送到医院去啊！大夫都吓一跳啊！这个人怎么坐得这么直啊？哎，对，有撑子里头。啊，做个 X 光一照，吓一跳。怎么？你这都伤到扁条线了？好家伙，这喝点酒差点上头。那是啊，演不了了。别演了，演不了，于老师我来。啊，于老师说这个事情不用求别人了。对呀，我也可以，本身我就是演员。你们要不信，你们端一箱啤酒来，你看我给你们来一回。我什么可以啊？我演戏，我能来2瓶，你们信不信？不行啊，不行，这个我可以。我身高好啊，身高好，别提这成不成。我自己花钱捧我自己是对的，这就值啊。但是导演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哎，于老师，您这个啊。您这个年龄偏大。哎呦，差多少啊？您跟我想象中的男一号在年龄上差1个星期。哎，这导演有点过于严谨了吧。你脸上有皱纹啊。皱纹那怎么办呢？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啊，往脸上打一泡尿。哦，这样打一泡尿没听说过。你看谁做美容往脸上打泡尿啊？好多小姑娘打一泡尿。不哈那这什么？您听错了，那叫什么？人家姑娘去往脸上打一针玻尿酸，啊、往脸上泼一针尿，对，泼一身尿。你说你往脸上尿，谁呀、啊？尿是酸，尿酸，尿是酸，你喝了？谁喝、哎？你怎么知道尿是酸的呢？谁说是酸的？山西人的尿是吧？谁说的呀？什么是？湖南人的是辣的。哎呀，四川人的是麻的。行，别说了，你都理解错了啊。那个针的名字叫玻尿酸，打完之后脸就平整，就是管这用的，可以拍戏了。那就拍呗，大型文艺题材电影。嚯、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它娘的蛆。哎，好嘛，开机大吉吧。这是一个古装的爱情片，我就喜欢这题材，就是王子爱上了公主。好啊，那个车模扮演的就是公主，女一号。哎，您扮演的是王子，我是男一号啊。王子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这个名字尽量少出现在台词里。各部门注意，开始。可以来。
怎么样？头一场戏是于老师站在山的这边哦，呼唤自己的公主，我叫她。预备，开始。我说，于老师说台词怎么样？苍天呐，大地呀、啊，嘿，老少娘们们。娘们儿们，什么老少爷们儿们，有爷们儿有娘们儿啊，真乱、啊！哎呀，公主啊，我是你的王子，我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哎呀，这句台词要盒钱了，你快点出来吧！出来了没有？话音刚落，公主打山那边出来了，真给面儿。她可不是走着走，她怎么办？骑着大象呢。好啊，一看大象，王子急了，我说你不要脸呐、啊！怎么又来了？